OK， 那最后呢，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麻烦这个乃文帮我们宣传一下，你明年一月份好像有个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一月四号，ATT Showbox， 对对对，算是演唱签唱会，但是比较偏向演唱会的签唱会，对。啊，好。是签唱会，可是呢是用演唱会的形式来进行的。嗯，所以在演唱会结束过后呢，会留下来帮大家进行签名会。对对 对。所以只要带专辑来，就希望大家可以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美妙的时光。是的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还有另外一场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活动，请大家留意官方脸书或是这个雅神唱片的网页。因为好像南部我们现在筹备会有一场，就是说还没有确定时间。好，了解。所以呢，请大家这个密切期待跟杨乃文更多这个好的近距离的见面机会。所以希望这个乃文这一次呢带来这个新专辑能够非常的成功，宣传一切顺利。好，谢谢乃文，谢谢。